めつけばかり見覚えを聞いたチップな埃で音荒げても棚に隠した哀れな恥に濡れた鏡の中都合の傷だけひけらかして手軽な強さで勝ち取る術をどれだけ研いでも気はやつれるふらついた思想通りだ I say cry yeah I say lie yeah I say rising hell 愛してる現世界の day don't say war I hate war I say war It's a loser cry like what is that? 受け売り立てに見下しててもそこには地面しかないことさえ気づかぬままに壊れた学校に負けた鏡の奥どこまで叫べば位置を知れるとどめもないまま息が切れる堂々晒し出す罪の群れと後ろ向きに抗う I'm still crying yeah I'm still lying yeah I'm still rising hell I'm misunderstanding じゃない but don't say war I hate war I say warで態度な臆病 loud voice 気高さを勘違いした心臓狙い通りの幻見ても乱せない何度も目を開けてもどこまで叫べば位置を知れるとどめもないまま息が切れる堂々と晒した罪の群れと後ろ向きに歩こう I say cry yeah I say lie yeah I say rising hell 愛してる現世界の day don't say war I hate war I say war It's a loser cry like what is thatTo the repeat the next wise eigen einen Willens Liebe, what is das? Signal, stick to das Later, du nicht wishing in not a organ北极星们安，我是濒临绝种团的十五号。首先呢，啊，谢谢小西邀请我来参加这一次的一周年活动。谢谢老婆。我很紧张的，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我手抄。太可爱了。觉得能够认识唱歌好听、个性又大方的小西，我觉得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之前有过蛮多次的合作，都受到小西很多照顾。我这个人算是个性比较内向，但是跟小西相处下来，哪有不会觉得不自在，就是蛮大方，然后又很照顾人，觉得小西真的厉害。最后呢，恭喜小西一周年活动，
然后希望你今后的活动也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未来的日子也请你多多指教了，谢谢，谢谢，谢谢十五号，哎呀，对对吗？内向问号问号，大家对大家都在内向问号问号，会啊，我觉得他其实有时候蛮容易害羞的，就很可爱，就是大家看起来他可能配信的内容或是讲话的内容有些比较容易开快车啊什么的，但他其实。蛮多时候还我觉得是有那个就是小女生那一面很可爱，对，感谢我们最棒的老婆猫十五号带来的 Alize 和暴神曲，谢谢，太适合十五了对吧，又猜对了一首，太棒了，算是也是蛮早的时候就跟十五号认识，应该也是因为就是跟 SL 的他们相玩麦块开始大家认识的，这样我一直觉得他很厉害，在麦块里面开那个就是完美重现石虎，超神的，他在我心中就是超强建筑师，然后唱歌又好听又很婆，重点是很婆对，就是很高兴这次可以邀请到十五号来跟我合唱，来唱 Alize 这首歌，之前也有那个投稿合唱曲嘛，希望之后还可以一起投很多，一起唱很棒很棒的歌，一起做有趣的企划，记得不要再把蛋什么或是有烫金的餐具碗盘放进微波炉了，我真的很担心，我真的单纯很担心他在日本的安危，其他就对没有什么好说的，平常也就是交情这么久也聊很多，但就是再警告你一次，绝对不要乱用微波炉，之后要用微波炉的时候先问我跟陆洽到底能不能用，对啊，担心他的生命安危，我们那个石虎不能再绝种了好吗，那再次感谢我们来自濒临绝种团的15号带来的 Alize， 谢谢。